哇，这是在玩什么东西啊？我赢了。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老头 Old Man。我们好久没有回来玩这一款野兽战争模拟器了。这一款游戏呢，老头真的把它忘掉了。我说真的，老头真的把它忘掉了。我记得好像我有去查这个影片的最后一集，好像是第十集，是不是？然后我们过的关卡好像是过到B 面的第15关之后我就停了嘛，对不对？打败了这个巨大鲨鱼啊，鲨鱼国王击败之后我们就结束了，然后好像就没有下一集了嘛。哦，那哦，现在老头呢准备要来赎罪了，要把下面这15个关卡呢再一一把它破完，好不好？好吧，那么废话不多说，我们直接从第16关开始啦，16到20啊，我们今天就来玩个，哦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这什么东西啊？雪怪？哇，这雪怪是怎样？这是第一关才刚开始就这么震撼哦，而且这怎么打？那后面还有什么？拿斧头的白痴，拿斧头的黑暗灵魂，哦，然后火焰鸟，哎，然后一堆大象，一堆雪怪。唔知，我靠，更多的雪怪，哇塞，打看看吧，试看卖就知，哇，北极熊跟那个雪怪，超级大雪怪，那我们知道怎么打 ，elephant 大象，还是用我们的霸王龙？他这次有新增什么吗？好久没有玩了，他到底新增了些什么东西啊？讲实在的，我不知道，而且我现在这边只有3000块的扣打。你3000块的扣打，你要玩什么？小迅猛龙？哎，不是，这个不是迅猛龙，这是美和龙。Go， come on boy， 敲死他！哇，哇，一开场肋骨凹死了，一开场就气扑扑的趴了。哇，这是在玩什么东西啊？哎，我赢了。我是不是赢的啊？哈哈哈哈！啊，你干嘛？喂，我赢了 ，Yeah boy！ 是在嗨什么东西啊？结束了吧？还有什么东西？还有什么没打？嗯？哦，那边还有一只，是不是？它怎么往那边跑？哎、欸，到底有没有赢啊？啊，怎么他们全部往那边跑啊？那我可以加速哦。哇，他们去哪里？这是干嘛、啊？哎、欸，判我胜利啊！我这样不是赢了？大哥啊，你们到底要去哪、啊？力争上游哦，你是鱼哦？啊，逃出去就大胜利了，是不是？他们还在跑哎、欸！这一关到底在玩什么、啊？我到底是 win 了还是没有 win？还是说进入了 bug， 才刚开始开第一局我就进入 bug， 来从头开始，再试一次。我们开个正常哦，正常倍数。啊，他又死，他要死，他要死，弄死他、啊！对对对对对对，啊！边跳舞边开枪，有没有看过？啊啊啊！啊啊啊！嘿干笑死！咬死他，快点！完了，哇，我输了，我这输掉了吧？哎、欸，我刚刚明明就赢，奇怪了，太诡异了！再一次，再一次！哇，飞那么远！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刚刚他一直往那边跑了，有人飞到山外啊，他要过去咬那山外的敌人啊。哎，不对啊，怎么又来了 ？Oh my god！ 猿人大军 ，Let's go！ 呜呜呜呜呜呜呜！呜呜呜呜 ！Oh my god！ 哦。直接扒死对方哎、欸，赢了吧？哇，哎、欸，赢了，赢了，赢了！超级大飞天，全部的飞天，我赢了啊！奇怪，啊，刚刚的
刚刚的那个美和龙到底是怎样的一个 bug 啊？啊，用这个就过了啊？算了，不管了，下一关。嘿，下一关就是我们的黑暗灵魂白痴，哎，拿了斧头在那边，斧头男。这一关应该就是踢足球游戏了，我就知道。踢足球的话，当然是要派上我们的这个啊。哦，这个速度他妈超快的，冲啊，冲啊！顶就对了 ，Oh my god，Oh my god！ 哇，怎么拿弓箭射啊？不公平啊！快点，快点，快快快快快踢，快踢，快踢！冲下去就对了！我，不要踢到自己的笼子里面啊！靠背，我能说什么？哈哈哈哈哈！阿内姆汤啊！快点踢过去就对，踢过去就对！你们又踢错啦！转个弯，转个弯，快点，快快快，踢过去，踢过去，没错的。哎呀，洪荒之力给他开下去啊！完了，我们这些美和龙完全不受控。完了，我有个预感，我们又要被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！哎，居然，哎呦，这个很行哦，点过去，点过去，哎，可恶，差那么一咪咪啊！该点的时候不点，那么点边边，全部都往那个脸冲，往那个篮子冲，快点快点快点！我看的有点累啊，拜托你们认真点打哦！哇塞，这怎么搞的？哇，一个神圣的那个细缝切入呢！哇塞，现在平手了，好吗？是打三局是不是？这一局应该不会那么快吧？快点快点快点！顶下去，顶下去，顶下去，歪的啦！顶你个心啊！顶你个心啊！顶下去就对了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大力给他顶！有机会，有机会！耶、yeah! ！哈哈哈哈哈！笑死了！哈哈哈哈！看最后一局，这应该就是真的是最后一局了，三战两胜。没有，不是三战两胜，谁先获得三分谁就赢，是这样吗？我靠，那边有一个破土啊，完了，这局，快点！啊，这个角度居然被挡下来了，是谁的腿飞过去挡啊？哎呦，哇，这局是个，哇，我们这一队真的是黑马呀、啊！乍看之下，麻雀虽小啊，五脏俱全呢。哇，这彗星反射弹下去，哇，赢了，然后再打什么不死鸟啊，然后他在天空飞，哎，好像两只是不是？他怎么写两只？三只，哇塞，这个三招怎么打？这个真的要，哦，可以用这个、哦，哎，我们有10000的扣打、哦，很好啊，10000的扣打是吧？这个什么野车？哇，我们的扣打好多、哦。Tank， 我要 Tank， 我搞，我花到 Tank 啊！要怎么取消掉啊？我要怎么取消掉？我现在所选的，我不想要装这个。取消？不能取消产生了 bug 了。哇，死一只 ！Oh my god！ 哇！我刚刚取消它不会消失这是 bug 这游戏这么久到现在还会 bug 哦，这是干嘛啦？自杀攻击，飞蛾扑火！哇！他到底有没有在开枪啊？哇，我输了。哇！我居然这样输掉了 ！Oh my god! You lose， 好，非常好。而且这个放下去按不掉那我们可以加 tank 了，一个 tank， 然后我再把它 delete 掉。你看 delete 掉之后，它这个原封不动不会消失，钱还在啊！哇，这个游戏，可以哦。哦，要搞这么作弊是吧？我又没开什么作弊模式，自己就这样子呢。我什么事都没做啊？哇哈哈！我的坦克爆了，
哎，争气点啦，就只剩一只啦，你们。巴拉巴拉巴拉巴，火焰烧死他！耶、yeah! ，超级大胜利！哎，笑死人了！给我多少钱？7500块钱。7500块钱，我觉得用之前的那个星星还不错啊。我觉得那个星星真的超强的，不是我要讲。等一下那个星星在哪里？还可以用鲨鱼，鲨鱼也不错啊。这个真的超强的、欸，不是我要讲。强到爆！好，45只，嘿，50只满了。我们可以装一些装备在他们头上。好，你看，全部都啊，装置炮那个什么树桩在头上，有没有炮击 ？Stop！ 哇！哎、欸、哎，为什么天空会掉 ？What？天空掉炸弹是怎么回事啊？哇！哇！啊，我输了，我输还是赢？啊，我输了！天空掉炸弹下来啦，怎么可以这样子？那我这样我们要站后面一点的，真心觉得站后面一点，这什么东西啊？蛇！哎呀，也太恶烂了吧！哪有蛇长那么直的啦？比铅笔是不是？也不是不行啊！啦啦啦啦！摇！我又输了，我又被炸死啦！啊！不要死了，不要死了！我们一样是用这个好了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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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鲨鱼，鲨鱼蛮强的，但是我们这个鲨鱼要站后面一点。应该有鲨鱼王哦，还有没有企鹅之王？企鹅之王更贵，4100。哎，企鹅之王要600，为什么招不出来？可以、欸，我不知道招企鹅之王可以干嘛，就是了啊、哦。然后呢，帮我们附上一下，嘿 ，Go， 冲刺啊 ，Fire， 哇，哇，哇！赢了，一阵爆炸之后就胜利了。一阵爆炸之后我就赢了，最后一关。好，看不懂没关系，我们继续。太扯啦！哦，2只飞龙，1只不死鸟，1堆雪怪。然后呢，他只允许我使用人类，允许我使用人类。然后给40000。给我一群魔法师，哇！一群魔法师远程行不行？然后再帮我们装个炮台，哎、欸，全装了，全装了，全部都给我们按上去，一人一只哈，没得吵架哈，哎、欸，反正我们现在钱那么多，再装个镭射，哎、欸，为什么突然瞬间没钱？开始！啊呀呀呀呀！哇！我靠！我累格！我靠！累格啊！赢了？哦，输了，全爆了！哈哈哈！唔通，爱未使？照花贵一点的，反正我们有40000。好，没钱了。不行啊，太贵啦！这应该9000块啊，我们1000块的好了吧？哎、欸，1000块的魔法师。哎、欸，然后再一只站在后面的，行不行？不能蹦蹦蹦蹦蹦蹦！哦哦哦哦！哇，直接秒杀！哇哟！哇，这什么闪光术哦？拿那个相机照他的脸，哇，被闪瞎了狗眼这样子！哇靠！我这大魔法师挂了啊！我输了！这一关真的有点难，再一次。嘣！万箭齐发，秒掉一只，烧死他们！啊啊啊！他一个俯冲就死全部人，但又挂了。好，不要换火焰法师了。再一次，撑着点。
发炮啊！咚！我们超级大法师还在吗？超级大法师死了。干，这不行。我觉得会啦。靠！我要直接往前冲，没用。哇！全死了。剩一只。哇！全死光。哎，我赢了！哇，这个小菜兵，哈哈哈哈，他居然站在那里！哇，宇智树赢了！哇，莫名其妙大胜利 ！Oh my god！ 他刚宇智树一个砸下来，你知道吗？然后都全死，然后只剩他一个。还有说，哦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哦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Oh my god！ 吓死人了！哦，我的鼻子不见了。哦哦哦，哦，赢了！终于，我的天啊，天啊！哦，累死人了。好吧，我觉得今天差不多先到这里哦。哦，我已经精神耗损，累到爆。好吧，今天先到这啦，真的休息一下，休息一下，好不好？我们下一次再继续玩吧。好吧，如果喜欢片的记得左下角个订阅，右下角个玄幻下方留言。我是老头，我们下一集啊，继续我们的野兽战争模拟器，我们下次再见面啦，拜拜。